馆要让人知道图书馆可以做什么事，不可以做什么事。悄悄打来打去的，玩来玩去的，是不可以做。首先，我们要请我们的爱心妈妈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志工妈妈，来为大家说故事。你们要不要听故事？不够大声，你们要不要听故事？要拿出这种精神来仔细聆听故事。然后如果底下家一直在讲话，我们妈妈会请你上来说故事哦。这是不好的，没有礼貌的行为。妈妈在说故事的时候，你可以笑，可以认真听。有问题等妈妈说完故事再问，好不好？好。保持安静，然后就是100分，可以做到100分的举手。哇，这么棒！好，手放下，让我们掌声。看不到。结果他就跟同学一起学咯，他学得很厉害。
让那些动物们看一看。结果他就跑到农场，结果他就跳过了栏杆，他没有那个去别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开门进去别人家吗？然后结果他就一样从栏杆跳了过去，他就打开书跟他们说：“我会念书喽，你看哦，跑啊跑啊，快点啊，赶快跑啊！”结果怎么了？大家有他吗？没有。对，看小猪还很生气，这样吵死人。然后小鸭就说：“你还要多去读一些书嘛，你只会讲这几句，跑啊跑啊。”结果大野狼就说：“真的吗？还不够吗？”然后他这一次跑去哪里学了？图书馆。对，看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，连那上面很旧的书他都拿下来看哦。看到后来怎么了？戴眼镜，你看诺兰先生，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看了那么多书？然后大野狼就越来越有兴趣哦，变成一个很棒哦，很棒的一只大野狼。结果他就又来农场了哦。你看这一次他怎么了？叮咚！这一次他做了什么事？对，他是不是比上一次好？上一次他怎么去的？上课了。去。对，这一次你看，而且你看他穿衣服咯，他一副很绅士的样子，他有去学习的，他就叮咚，结果他就跟他们讲哦，看，我现在很厉害哦，我都自己看书，自己那个哦。后来大家就看他，可是啊，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好哎，看小朋友说，我觉得你还不够的努力哦。他看一看，是吗？还不够有自努力吗？我已经这么努力了。后来他想一想，他就把他身上剩一点点的钱拿到图书馆，拿到书店，继续买一本书。他觉得很棒很棒的一本书哦。然后第三次他就去了，去的时候他就买了一本很棒的书呢。大家都觉得他很奇怪，他现在跟第一次大家看到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？你看，这是他刚开始的时候，这是他现在的时候，哪一只比较好？哪一只比较可怕？对，这只比较不可怕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在他已经买了书，然后他就去找了鲁牛、猪还有小鸭。然后他就念故事给他们听哦，看，就大家就围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讲得很好，然后他已经变得比较很有教养了，看一副就是很有教养的狼哦。他就说他讲了很多，讲神灯，讲了很多三只小猪、小红帽的故事。讲完以后，结果大家就跟他说。对呀，我们今天要午餐哎，你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野餐啊？他就说好啊。结果大家就野餐的时候，大家就一起讲故事，一起讲故事，讲，讲完以后，小鸭就说：“哇，我们大家这么会讲故事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讲给大家听啊？”对啊，大眼睛的看。他讲，结果他们现在啊，就每天啊，就到镇上啊，去讲给小朋友听啊。看大家围着他每天都在讲，然后每天从此以后啊，大野狼就不吃小朋友了，就不吃动物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跟大家变得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从此以后，看这张比较大张，哇，他竟然还可以抱小孩哎，他已经变成一个很有。很有一个绅士哦，他就读很有教养了，因为他看了很多书，学习了很多知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图书馆很多书，希望你们以后如果有那个的时候再来借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的该读完讲完了，好不好听？
暖身，搓一搓才不会痛哦。然后老师说爱的鼓励，预备，开始才开始哦。爱的鼓励，预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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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